陆少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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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寒光，，帮我救他。 你们先下去。是，门主。救他？我为什么要救他？你是大夫，我又不是。我需要一个功法高强的人来帮我。当今世上，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种境界。你算一个。我创立的是万路门，可不是什么善堂。 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。要你留在我万路门当大夫，你答不答应？多久？一辈子。阿光，阿光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答应他，不要答应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 千千，快，开始吧！痛快！你不该为我受这寒毒之苦，为今之计，只有让你忘却这一切，才能重新开始。 干什么？忘了我，忘了这一切，不要，你就不用承受寒毒之苦，就让我记住这一切就好。妈妈。 你究竟还想让我忘记你多久？你想起来了，寒毒复发，你不能想起来，芊芊。
姐姐，关于楼公房，我不能动情，我便废了他，便不必。